黄油，然后倒入色拉油。色拉油。出动了。加入糖粉。黒く染まれ。中国病、哈哈。懂？不。你那印象太恶心了。不就这种感觉吗？不。懂？不。之后咱们事先画好一张小五哥哥，这个时候学姐姐她说她要来试着画下来，我们来看看她的画工。你走开，我来，你走开。 Perfect， 擦掉。好，我的就被擦掉了。你不早说，你早说用跟画拿画笔一样画，那我就这样画了呀。它对不上焦，怎么办？哇，我觉得你的手好稳哦。其实我也在抖，很紧张。因为我看在这个距离看起来，就感觉你是那什么机器人的手臂在画画一样。需要全程拍吗？它的脚上不是有两横的吗？这些细节都做过。啊，脸断了！啊，是大惨事，三五哥哥的脸断了。没事，女孩子脸尖一点挺好的。这个步骤跟画画差不多哎，画画擦擦擦擦画画的。
这不是临摹，临摹复写纸一样抄袭自己画过的画。他为什么手指往前指啊？他指什么东西啊？哦、oh, it's a piece. Yeah. 但是我觉得画不出叶子，怎么画成单手手？所以大家会好猜他到底在指什么呢？看那边有只憨巴嘎。好粗哦这根。是马眼线吗？上眼线。你听到一段突然花嘴，感觉好像流了一点口水。然后我哥看，哇，原来我变成蛋糕了，看起来好好吃。流出了贪吃的泪水，不对，口水。你不要讲相声了，我会抖的。不圆呢，这个眼睛。不要在意啊，慢慢补圆就好了。好讨厌的叫声。我们的大画家汉斯在非常用功努力的作画。大画家是什么？他发现他的毛笔没墨水了，然后伸手去沾了一下墨水，然后继续作画。哇，好可爱！我怎么觉得他眼睛有点像那种死坨坨？不要慌，咱们需要用牙签。来把这一路上比较不顺的地方给弄顺了。还有地方没画完呢。哪儿啊？脚上面的横横杠杠，还有生日快乐那个什么。莫急嘛，哎呦，不要把东西打到里面。要命！我刚才在用牙签戳他的眼睛，就很恐怖。为什么呀？画了三五点睛了，三五点脚，画不画这个杠杠都不是三五。我那边知道了，我也不知道怎么写。跟着上面的黑印不就好了？我看不清。你有写对吗？这什么字？意会就好，意会就好。非常丑，不对啊，很可爱。一笔都不让我写，就过分了。刚好让你画个一笔嘛。好啊。然后我们再去一幅面糊，放在刚才剩下的这个黑乎乎里面。黑乎乎的。得到一碗灰色的婆婆，咚，咚，哇啊啊！然后我们要给头发上色。是特技的头发，头发的特技。就像个鸡爪一样，比较像鸭爪，鸭脖子。我总觉得那个没有涂满，很难受，看着。用牙签。上色不能一大坨涂上去，要一排一排的。那岂不是要弄好久？对，要一万年。头发的上色基本完成了。
头发不应该是浅蓝色吗？然后我怀疑你根本就不认识这个人是谁。然后我们要时不时的翻开底下看有没有涂到的地方，然后牙签一点点把它糊过去。我已经糊了一万年，真的大概有一万年久糊都感觉差不多了。我们来涂面部和手。就这么少就过了。然后咱们再加等量的黄色。这是橙色吧，看起来有点像那个，好，看起来有点像那个老干妈的那个辣椒油的颜色。肉懂啊，看着好危险啊。你忘记画耳朵了？对，没关系，就当我一直都看到它了，好吗？然后你说那个要留到最后画。没有，我是说这里还有个耳朵，你是说那个？我知道那个杠杠旁边我就看到有画，就有条纹在旁边。我以为你把那个也要留到最后画呢。没事，就当侧面看不到。你们画脸了？看到了。那我们来点激烈的大红色。看起来有点橙。咱们不用裱花带，直接用筷子点上去，有危险，上面是牙签。我看你已经失误了，你看他涂上了口红。我们再弄一点原色的蛋糊。我们用过的一点红色，你们再加等量的黄色。我们得到了一个微妙的橙色。怎么还要加？天哪，这太恶心了！今天我又偷偷加了好几次的黑色跟灰色，然后最后弄出来的这个我不是很满意，就是有点诡异的颜色。妈的！为什么它的脚是这种颜色？棕色，但是就是这个颜色，不知道为什么，反正就是这个微妙的橙色，加一点恶心就变成了。奇怪的棕色。对。上个颜色。哦，这个脚，我以为它是双脚。你还有脚啊？你在哪里？这涂掉它要画脚。我以为你现在要换啊。紫棕。所以它的横杠杠呢？那么到最后再画上去，你那么急吗？这步偷个懒，不想用裱花带了，直接用牙签画。黄色，看起来好像橙色。因为我觉得我被这个色素给骗了，包装写的是金黄色，但条条纹是橙色。没事，咱们也下午哥哥换一个新的围巾，不要整天戴那条黄的。咱们得换一条纯纯的。我怎么觉得他的围巾是红的？我怀疑你根本就不认识他。趁你们不注意的时候，我已经调了蓝色，要开始涂最后的部分。最后的上色，来。啊，基本完成，看一眼。一支崭新的蜡笔三五。帮忙呢？我给你看了，在那之前嘛，为了做这个东西之前呢，就是我用 Brownia 做实验。嗯。所以现在我要拍。就是我那天做的 Brownia。然后我觉得很糟糕，我要重新做了一个。是这样的，满脸写着高兴。等一下没拍到。我觉得挺好的，就除了这个表情是你自己做的吗？还是烤出来变成这样子？我自己画成这样，手太抖了。哪儿抖？手太抖了，真的很难画。但是我觉得他挺开心的。我觉得我今天画的简直是。这已经是爱的力量。不是，你要看吧。第一次做。嗯哼。第二次做。嗯哼。第三次做。这已经是爱的力量。天哪，我觉得我的进步，我觉得是天才，进步神速。在天才。好，然后我们把它放到冰箱里去冰一会儿。好的。
在咱们做蛋糕的部分，先要分蛋。不要不要，赶紧离开。一共放了几个蛋？再看，爆了两个，三个是完整。我们先把油给加进去，然后我们倒牛奶，全把你都吃了。然后低筋面粉加抹茶粉。有人会用手去打吗？有，一次性倒。我觉得你这种机器都搅了好久。一次性倒的话，做出来蛋糕不会那么蓬松，但是因为咱们有图案，所以不能够太蓬松。咱们要打到湿性发泡，这个状态差不多可以了。行，咱们先弄三分之一。然后咱们再把这整个倒进去，然后粉盒，这个时候不能画圈圈，一定要翻拌。老师，如果画圈圈会有什么不良的后果吗？会导致它消泡。啊？就刚才我们打发的蛋白的泡泡都消掉了。就是要有泡泡。然后咱们把效果盒从冰箱里拿出来。再放进去，咱们画的时候一定要画在这种油布上面，不能直接画在烘焙纸上，不然的话烤出来的三五哥哥会满脸都是皱纹。然后我们要小心的弄点面糊盖在它的上面，轻轻的，把那面糊滴到他眼睛里面去了，他会不会觉得很刺眼？清水。三五个被整个埋住了之后呢，我们再把剩下的面糊给倒进去。难道他不会窒息吗？人家就好，他肺活量超大，超强。给你拿不住，拿不住，你快抱，拿不住。可以不要拍，别拍。我们把它往边上稍微铺匀一点。老师，你在干嘛？把多余的气泡给震出来，然后烤箱是预热好的，我把它送进去。本来开始要切芒果的，一切，哇，六，切个芒果都是按你的形状。芒果我们切成了丁丁的形状。哈，看起来不像呀。手动丁。哦，这个颜色挺完美的呀。哇，就是有个好多的洞洞。然后咱们用它的这个反面，再给它盖上去。咱们先卷成这样子，晾一下定型。然后咱们把奶油给烤出来。然后咱们加入糖粉，加多少我不知道，完全看造化了。就少加点吧。几乎上没有流动性的时候就可以了。那待会咱们放进去要定型的，把这个毛巾给打开。
不是鼠标垫。哇，超难，第一次卷这么大坨的。我刚才就说你放那么厚，这怎么卷呀、啊？那个首先得卷起来的时候，然后再用下面那个卷。我看得超紧张，我总觉得会失败。他要去桌子上了，我要把它拿过来，他不让手。我没办法帮你，有心无力。卷好了吗，江江？来了，帮我拍他一下正脸。死狗哎，我觉得这个成品有点厉害的，我觉得一点都不输外面卖的。妹妹 ，perfect。它现在是非常不稳定的，我们要把它动起来。还要动啊？三五哥哥这个手势看起来像，我觉得不行。我看看，一种 stop 的那种手势。不约我们不约。我觉得不行。好了，咱们用保鲜膜把它包起来。咱们现在把三五哥哥五花大绑了。保鲜膜 play。头跟尾再包一层。哎呦，这么好切！哟西啊，可以了，嗯。好，现在我要开始切他自己的身体。哇啊，老姜！哇啊，可以厚一点。没事没事，厚点吃。挺好的，挺好的，挺好的。啊，我都没叫呢。分的不是很均匀，可以算了，就这样分尸了。完美，现在还是完整的，等下铲出来才是真的五花。还停吗？我的眼神在凝望着你，我已经把眼睛给吃了。它上面写着：“你为什么要把我切开？”